为了达到什么？难道说为了实干要煽风点火？我但顾着我，似鬼一般飘过，管不到太多。在压力内度过，为了避免什么，也没有被发现过。我正照在旁，只是哪有算漏我？到我出手，犹如大雨在滂沱。日日像只鬼一般飘过，看了两眼回头行过。日日像只鬼一般张望，为何无人无人教我？日日像只有运浮游过，人人沉迷结果，人人没有奈何。恶斗恶，为何完善怕恶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过？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未尽声有用么？看看我，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，为何天天要挡？谁人在背后捉弄我？谁人在背后要令我出错？Michael， 我知道你在面试人，所以帮忙看看。其实并不是很适合。不适合不要紧的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会帮你忙吗？是你自己说要请人。你听到了 ，Michael 说你不适合。啊，你可以走了，拜拜。Michael 啊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等我们的 project 工作。之前呢，我问过肥仔聪他们三个，可是资料全都零零碎碎。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齐全的 folder？ 我那些也不齐啊。连你都没有，那谁会有啊 ？Master folder 一向都是由金负责的。你们没有人知道密码吗？都一年了，就算不知道密码是什么，也可以 override 吧。一向只有江姐 override 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哪敢 override 她呀？没关系，女人设的密码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。她生日是哪天？1981年10月28号。试试。哦，不行啊，会不会是月份跟日子调换呢？这种年纪每天都要输入电脑，有谁受得了啊？我们试试啊 ，Michael 的生日好不好？哪有人会用上司的生日当密码？他三围多少？我在问你们。喂，你是他弟弟，你最清楚啦。好，我想34、2。怎么可能啊？我想最多32、28、38，试试。你弟这么畸形不是很畸不畸形，有时候是天生的。你以为人人都像我这样？怎么办？你们整个部门没人开得了这部电脑。那没密码谁都没办法是吧？继续猜吧。猜多猜几次锁机那就麻烦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反正我没走，就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密码是什么呢？又不是每个女人都只会卖弄身材，一个有 class 的女人不会用这些数字来做密码。试试 3M2K。 哦，成功了耶。一说就中，难以置信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很简单，三 M 就是 Michael、 阿武还有万克敦，而 2K 的第一 K 是江聪，而第二个 K 就是江龙。对于江龙小姐，这里早就已经不是公司工作的地方那么简单，而你们也不是她的同事，她已经把你们当是家人，所以设密码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想到你们，所以她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外人是不可能加入的。总之可以打开电脑找到这个 folder 就行了。嗯，我们来看看。哇，你们看江姐好厉害，把 file 都分类了。按这个看看。OK。这也叫分好了，自己种的花养的鱼都放在里面，那时间也太多了吧？你不知道每一次开始设计之前都要研究那个地方还有附近的植物吗？植物会反映当地的气候和土质。开这个。
就拿土沉香来说，在香港还有内地都是受到保护的。要是施工的地方有这样的东西，你可能不可以在那里施工，又或者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移走，对于整个 budget 还有施工的时间会受到很大影响。还有，如果附近有河的话，也会有大问题，一定要小心。看这个，卢氏小树蛙是受保护动物，要小心处理。所以说，建筑不只是硬件那么简单。不过一些外行人不知道也很正常。OK， 哼。请坐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在这儿的时候，可能我的语气比较重了一点。不会。啊，对了，你怎么会知道江小姐的密码呢？你在找什么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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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其实呢，我是很 surprise， 你好像很清楚我们整个部门的运作，尤其是我们这一个永不倒的清闲。OK， 那现在我再说最后一次，你那个塔呢，我碰都没碰过，是他自己倒的。那你现在请不请我？喂，好，我现在立刻上去。Michael， 请你先进去，小姐，请你稍等一下。啊。哎，没电，早上明明充满电才出来的。来这里。超级充电器才能充吧。这里没插头啊。今天是不是有个叫孙淑梅的去你部门应征行政经理的职位？嗯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明知道那个孙淑梅根本不够资格，哪会适合 Michael， 还让他见 Michael。我也觉得他不适合，他一年级在这儿工作过，很快被我们开除了。不过他呢，居然会质疑我们，知道我们公司2004年改了政策，知道我们行政经理这个职位不需要大学学历，只要有同等学历就行了。他给我看那些资历又好像 OK， 那我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我就转给 Michael 了。OK， 你跟他说，他不适合，打发他走。哦，等等。其实刚才我跟他聊了一会儿。好，知道。小姐，现在请你进去。这边请。郑小姐。是。Sit down, please.听说你来应征我们的行政经理是吧？嗯。我们刚刚讨论过，你的资格呢并不是很够，不过最后决定权还是掌握在这个部门的主管米先生 Michael。 一年前我们公司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永不倒的倾斜是经过精密的计算，但是结果却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突然之间倒塌。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你弄倒的，所以就开除你。之后公司发生一些事，就没再 follow up 这个 project 了。那现在你来了，而我们又想重新启动这个 project， 其实 timing 可以说太巧了。再思
我想我跟你都想 find out 为什么这个斜塔会倒呢？在宫，我们更要弄清楚这件事。那如果真的是设计上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在技术上调节改良之后才可以重新启动这个 project。 正确，这个 project 已经 hold 了一年了。既然 Michael 说你适合当他的行政经理，就是说你可以帮他跟他的部门完成这个 project。 就是请我？当然了，不过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要在3个月试用期之内帮 Michael 完成这个 project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啊？我们会尽力。Good， 我们傲视欢迎你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想请问，我做了3个月之后会不会加薪啊？苏小姐，这也太见外了，不如叫梅姐啊。梅姐，马美珍啊，我们是不是太见外了？我从来都没听你叫过我洛丽塔姐啊。罗小姐，你这么年轻，我怕把你叫老了。哦，那你就是说孙淑梅老了？跟你开玩笑的。那我先出去工作了。罗小姐，我要听人拍马屁的话，我会直接找马屁精。有些女人呢真的很会演戏，变脸变得不知道多快，不认识的人呢还以为她鬼上身呢。但是不管多有手段，一个月也就8万块，还不够我买个包包。哎，以为能在这儿上班换套西装就是行政经理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高级佣人，跟在他上司还有他潘儿背后倒茶倒水，找一找资料。伺候得好的话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以为清洁大婶才会在这充电呢，这里很适合你啊，酸馊梅。想不想当经理啊？你没听到吗？他说我是佣人呢，钱都不要，1个月8万，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？我不是要你咽，你要动，不是这么动。也对，我一定要跟他斗，斗到他肯叫我梅姐为止。Whisky。哎，没想到你这次品味这么差。这瓶是30年的 Single Malt， 你还不满意啊？30年，但口感却像12年的那些 cheap 酒。今天就算给你喝天价酒，你也觉得像喝烧酒一样难喝。我觉得你这次的眼光真的很有问题，你居然让那个孙淑梅这么 cheap 的女人留在 Michael 身边。要是我早知道你搞不定，我就不通知你了。我能不能搞定孙淑梅没关系，重点是她能够搞定我跟你都搞不定的 Michael 啊。洛丽塔，你大局为重了。你是说我意气用事啊？怎么会呢？其实这次应该感谢你，要不是你 ，Michael 不会请个新人，更不会答应我们3个月完成这个 project。所以这次呢，你功劳最大。我真搞不懂那个 Michael， 他的设计那么好，但是对女人却毫无品味。我觉得他不是没品味，而是没品过佳酿。一直喝12年的 whisky， 突然给他喝瓶30年的。你看啊，美的啊，光是看到酒瓶闻到味儿都受不了了。你最要紧的哄他喝第一口，喝过一口之后他怎么还会喝那便宜酒呢？喝过贵的就喝不了便宜的？
看来你好像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我有事要处理。再好又如何？喝都不想喝了。是天幕，倚天香烛，惊如雷电，光耀八极，彻见表里，无物不服，急急如律令。嘿，醒了啊，秀玉姑，醒了，搞定了。当然了。有我秀玉姑，什么都不用怕。不过，以防万一，那再赠你一个辟邪袋，回去挂在床头，以后有任何脏东西都不敢再接近你了。谢谢你啊！什么？上身？上身？秀玉姑，你这里也有那种东西啊？哎，当然不是啦。是我女儿在房间跟男朋友讲电话。可能是问他上身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你赶快回家去把那个辟邪袋挂在床头啊，过了时辰呢就不好了。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啊。那我不是故意上你身，我只是不想让你走，但是结果一撞就撞在一起了。一撞就撞在一起了？像姜汁撞奶啊？就像姜汁撞奶那样。之后呢，我帮麦克冲咖啡的时候，那个洛丽塔驱动我的电脑，我就跟他斗上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上我的身，搞定了那个麦克，再 KO 了那个洛丽塔，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像喝醉了断片了，而你呢就已经离开了。是，等你醒来之后就轮到我断片。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喂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无缘无故大笑，你差点赶走我的客人呢。不是无缘无故啊，有间公司请了我当经理，我是开心呢。你是不是疯了做梦啊？请你当经理，这次比做梦更好啊。哇，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不劳而获。你放心啊，我这次没被人骗。如果你真当了经理啊，我真应该要恭喜你。一个月之后都没被开除的话，妈就帮你杀鸡还神。好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啊整天担心你被人骗去当嫩模，或者被人骗钱呐、啊，骗什么训练费那些。没想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，还会有人骗你，也算不错了。我都说我不是被人骗了，他又不是人。喂，有人说被鬼上身很害怕，我反而觉得好爽啊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不是鬼，我是脑电波。所谓的上身就是我跟你的 channel 接通了。随便啦，现在我只知道以后我每个月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拿到8万块，钱债很快就能还清。我拜托你，我警告你，这份薪水不是白拿的。你答应过3个月之内帮 Mako 做好这个 project， 要不然我干嘛找你做我的职位？哎，你上我身就能搞定了。来，哎，姜肉，姜汁撞奶啊，来。不行，这样经常撞会扁的。哎，不如你试试从后面能不能撞到。我不可以经常上你的身，我上你的身很容易就会没电。请问你到底明不明白？就像平时我拿电话来玩游戏或是看戏，很快就会没电了。那你明白就好，所以我不可能随时都帮你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会随机应变。哇，原来这样。不是说你上我的身很快没电，我被你上身呢，原来也会很快没电。喂，你不会是要睡觉吧？我是要睡觉。我也没准备好衣服就睡觉。你现在是经理了，不可以失礼的。好啊，那我们去你家选衣服。哇，喂，这条裙子，这条不行，这条我没穿过。哦，这件啊，白色，这件不行，白色你一定会弄脏的。这
季节啊，红色很适合我。这件不行，这件衣服是我前年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喂，够了啊！每件你都说不行，你已经穿不到了，还要霸占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自己选吧。我之前还以为那个洛丽塔会入主我们的部门，还好没成功，只是虚惊一场。喂，你不是说洛丽塔很吸引吗？你每次看到她都一直流口水的。她的体型是很吸引，但是她的品格却很恶劣。我说的对吗，迈克？喂，飞大错。哦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平时有你在，我是不可能吃得饱的。我想问，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孙淑梅很像一个人？不用煞有介事的，我们知道你说谁。她现在跟一年前有很大的分别，这次看到她变聪明，变得很有霸气，连洛丽塔都拿她没办法。啊，不是只有我觉得她像江姐啊？是啊。你真的赚得好快呀、啊！我以为你只有其他方面快呢。喂，谢谢你啊！但是啊，我真是觉得他的一切讲话的语气、跟衣服，连他的表情都一模一样啊。他那个气场呢是很像，连冲咖啡的方式呢也很像。不止这样，他冲的那杯咖啡的味道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不过，他的很喜欢自言自语，而且比较神经质那种。有时候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。这样更奇怪，真的越想越不对劲啊。你说有人相似我了解，但他怎么会猜到电脑密码是 3M2K 呢？真的很邪门啊。为什么有豆腐？是谁买豆腐的？为什么买豆腐？你买豆腐？你买豆腐？不是我买的，是不是你买的？我没有啊。啊，不是，可能汤底本身就有。汤底有豆腐？哎呀，真的好邪门啊！你们说会不会是姐知道 office 有事，她不想洛丽塔坐她的位子啊？我想还是我们再去找卡米拉吧。好啊。没错。孤胆的人。还找她？她根本不懂塔罗牌，而且她连女祭司跟魔术师根本分辨不了。你有见过她吗？不用见过他，我也知道他是个神棍，而且我们这个年代啊，不知道有多少方法可以查到一个人的资料。不说那些，那这一年来呢，我们不务正业了这么久，那吃完这一顿之后呢，就要奋斗，要做那个 project 啊，3个月之内就要搞定他了。3个月？是啊，我亲口答应 Hugo 的。其实这一年呢是我不好，害得大家无所事事。不过我会开足马力，那总之我们大家呢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。总之呢，不达标不回家。不达标不回家，耶！放心吧，我会跟以前一样跟你一起奋斗的。咦，有心情看啊？喂喂。我就知道你不是会看星星的人，原来你在看来自星星的他。喂，这个真的能偷看到 Michael？ 什么偷看那么难听啊？哇，没穿裤子，怎么会？他一向很保守的，还不承认自己在偷看？你这个女色鬼！你笑什么？你看看你，穿的像什么？不美吗？跟我进来，蓝色的套装，第一套套装，OK， 没问题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啊，不要了，麦克，天还是黑的呢。喂，选冰淇淋再说吧。那我们再玩一会儿游戏机，再喝几罐啤酒好不好啊？几罐哪够啊！我说过明天就要开始奋斗了，早点回家睡觉，快走快走，走走了走走了，好吧，拜拜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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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现在这里的衣服够你穿两个星期，你赶快拍下来，不许乱穿。哦。我的衣服了，你做人能不能抬头挺胸？拍好了就快放回衣柜里面。好嘞，快呀！好嘞。刘先生、黄小姐，你们一定会喜欢我这个房子。请进。来，随便看看，地方很实用的。这么多衣服。你说这里很久没人住的？对啊。哦，我想把衣服收拾一下，如果你们想买呢，我可以尽快交物的。是啊是啊。怎么两次都遇上了？不对啊，都是香水的味道，摆明有人在这住了。这些不是香水的味道，是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老爸，有哪个女人分不清香水跟空气清新剂啊？哎呀，你先把衣服拿进去，别妨碍刘先生跟黄小姐。我把衣服挂回衣柜啊。衣柜。还可以躲哪儿去？你不要挂进去，老爸，老爸，不用了。江敏人，咦？麦克，你这谁？朋友，你怎么会过来？哦，我从对面看过来，看到有闪光，担心有什么事，就过来看看。哦，干什么？你想把这房子卖了？哦，不是。刘先生、黄小姐他们很有诚意的，我就带他们进来看看，当交个朋友。君不喜欢陌生人进来他这里啊，他走了还不到一年，你就想把这房子卖了？麦克，喂，这里是凶宅啊！这里不是凶宅，这里是我女儿的，这里是遗产楼，手续就快办好了。但是有衣服、有香水，还有什么闪光的，好害怕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有没有搞错？凶宅也不说一声，那只是遗产楼。慢慢谈啊。走吧。很好很好，其他人也赶快走吧。我每个月都有替君给你一笔家用，你是不是没钱用啊？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不觉得这房子怪怪的吗？上一次房里有生意，这次衣服放在外面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衣服怎么会自己无缘无故跑出来啊？不会，我怀疑阿荣回来过。你知道就好，还在你旁边呢。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，也就是说，君也不希望你这么快就把房子给卖了。不是快跟不快的问题，难道再等一年、等两年，就空在这里吗？总之太快了，我还不能接受。孙淑梅，你还不起床？起床啊，起床啊！那你再不起床就没经理做，没经理做就没钱，没钱就会被强奸啊！起床啊，起床啊！喂，你还睡？喂，你这么睡法肯定会迟到的。真的这么早起床啊？真的上班吗？啊，好厉害呀！
闭着眼睛也能画眼线，还画得这么直啊。看什么？那么多人，我们要等第二辆车才能上车。哎，住这区上班就是这样，每天都像在打仗一样。你们那些经理级啊，一个月赚10万8万的，每天的士进出，哪会明白？你现在也是经理级，一个月也赚10万8万？对吗？喂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喂。法还挺管用，哎，住在这样的 cheap 区，整天遇到这样的 cheap 人，对着这样的 cheap 人，也只能用这样的 cheap 方法喽。对呀，不记得这里是你的主场，你就是说我 cheap 吧？小姐，我没讲话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圣马港。快一点啊！等一下。快知道了，你这样进去不行，要留意你的鞋。我鞋怎么了？前面又没水沟盖。当行政经理要有气势，走路要脚跟先落地，能多大声就多大声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来了。哦，叫醒他。喂，陈青啊，很想睡啊？不是。认不认识我？我是新来的设计部行政经理，以后叫我孙小姐。是孙小姐。没错。敲两下。我想请问你，那套韩剧是不是男主角很有钱，然后喜欢上一个穷家女，但是家人反对，后来啊，那个穷家女得了癌症，然后那个男主角舍命救她呀？是啊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既然都一样，你看了干什么？我是新来的设计部行政经理，以后叫我孙小姐。啊，孙小姐，没错。啊，孙淑梅的就职资料你处理好了没有？别给我惹什么麻烦啊。处理好了。哎，没想到居然要伺候他。哎，米先生请了新人吗？听说他以前是个接待员，请他当经理啊，就表示他很有办法了。怎么了？这么少赞，赶快给我冲一冲。哦，梅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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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你跳的不一定是好人，继续装酷。嗯。Marketing 跟我们设计部一向都不合，没人会跟你打招呼。踩大声点。干嘛那么大声啊？打桩啊？让他去工地工作。对呀。喂，我们丢石给他。好啊好啊好啊。你干嘛赞他？你们做 marketing 的居然不明白啊！我又要给你们上一课了。我现在赞他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他真有本事坐得稳这个位子的话呢，我现在跟他打好关系肯定有好处啊。如果他坐不住的话呢，我们捧得越高，他就摔得越重。嗯。查理，你好聪明，我也赞你，赞你，我也赞你们呢。丑妇终于见公婆，
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给他个下马威看看。丑妇，好像我们是丑妇，她是婆婆，我们被她管吧？说的对呀、啊，她毕竟也算是我们半个上司。那又如何？江姐我都不怕，我会怕她？你去，你们是不是想像以前那样，听到江姐的脚步声就躲一劫呀、啊？我绝对不会让历史重演的，我好激动啊！现在，哇！早啊，阿妹。叫我妹姐。妹姐。没错。坐下。都说要有气势了。阿聪呢？你叫我弟弟不要再吃这些炒粉面跟猪肠粉，他三高啊！不要再吃炒粉面跟猪肠粉，你三高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三高？你这种体型，我还觉得你三低，我岂不是低能？全扔了。又在玩，又在看这种照片，又在八卦了。那天不是说了要你们专心工作，全扔了。讨论区不是我的，我叫白猪。你桌面有捷径的吗？扔了。还有你们，全给我扔了。公司电脑不是让你们这样用的。哦，是梅姐。喂，那个花瓶、药垫还有杯子，花瓶、药垫跟杯子。这些都要扔了。我拿进我的办公室用，药垫、花瓶、杯子，快拿来。梅姐啊，请问你现在有没有空？有啊。安梅姐，这间就是行政经理的 office。哦。喂，药垫放在椅子上，杯子放桌上，花瓶放在电脑旁边。梅姐，或者你可以坐下看看有什么要改的。我怎么做啊？其实呢，我们有笔预算替你整理办公室。要是你不喜欢那张椅子，你可以选一张人工力学意大利真皮的。换什么浮夸？又不是你做。经理以上级呢是可以更换所有家具的，你看喜欢哪一样？我要这个。桃红色椅子，我要配这张紫色桌子。地毯呢？地毯有没有得选？有。哇，地毯也有这么多颜色，哎，这种很好看，这种也不错。哎，这种橙色，我喜欢这种橙色地毯。哎，如果用了橙色地毯的话，壁纸也要更换了吧？哎，不，什么桃红椅子、紫桌子、长地毯呢？办公室要 colorful 才会开心，没那么闷呢。闷？你当这里游乐场？你来这里是工作，不是玩的。办公室是我的，你是代替我上班。梅姐，请问你是不是在跟我讲话？不是，我左脑跟我右脑在讲话，懂吗？你没见过吗？总之我说 no no， 我是来工作，不是来玩。不换了，你出去。哦。米先生，喂，迈克，你还坐着干什么？还不跟进去？走快一点。孙小姐，叫我阿妹。你也可以叫我迈克。哦，喂，你帮他冲咖啡，我教你。我帮你冲。好，谢谢。咖啡粉在这儿，咖啡不需要多，三勺就够。喂，你可不可以放好一点？都洒了。哎，行了，摆上去，用力。你会不会呀？我第一次冲，怎么可能会呀？请问没什么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喂呀，你想干什么？弄得到处都是。我想不用你拉花了，把奶倒进咖啡里。行了。
啡呀。谢谢。很难喝是吧？这一杯是反面教材，之后这一杯才是真的。身为你的得力助手，应该是从冲一杯你爱喝的咖啡开始。这两个杯子哦，我们在意大利参观博物馆的时候，我订了两个杯子，现在刚刚收到啊。它让我想起那七天，我们每天起床都在床上喝咖啡，那种味道真是恶斗恶，为何严善怕恶，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过，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未尽声有用么？看看我，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，为何天天要挡？谁人在背后捉弄我？谁人在背后要令我出错？恶斗恶，为何严善怕恶，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博，赶赶赶 ,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争到口求什么。